中国运动员同城金阳。虽然说是有失误吧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很满意的，因为我们两个人把这个精气神儿还有这个最好的自己至少 有展现出来。我们把这套节目的内容和这个深度我觉得表现出来，虽然在一些动作上有一些失误，我觉得还是对节目的完成还是比较满意。